现在又到了这个普化寺，然后这边是有一个壁，壁什么？这是叫影壁，上面是福禄寿，然后准备进去了。进来之后，这不是影，这是影壁啊。进来之后，看一下，这边是原来是明朝建立的，是道佛道佛道佛道相塑的一个寺庙。再看一下，现在是佛教了，是天王殿。哇，这边这个建筑感觉确实很古老啊，这感觉。化寺，早名玉皇庙，名称帝师宫，天王殿。这个庙给我感觉就是大，这个庙也挺大的。大家先简单的转转，景色很好，到这个卧佛殿了。后边这个像一尊睡佛，大家看像一下睡佛。这边介绍的这个像睡佛。那这边是师傅们的居住地，这儿不让进。基本上都转完了，这庙大。格局都大小都差不多。OK， 换下一个，大家看一下。现在回去了，我这边逛完了，拜完了。